我们今天被派来跟 VTuber PK 唱歌。什么是 VTuber？ 该不会是旁边这一只吧？他是歌姬，欢迎歌姬。三千个世界盛开，三千朵花，最灿烂的就在手中啊！谁说你可以唱歌的？因知己真实。你知道现在 VTuber 每年成长四倍，你说这个东西很红，你怎么可以这么挖东西？它是歌姬耶。对不起，那请问这个歌姬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吗？对啊，你有什么力？你唱歌是不是很强？他唱歌很强吗？对，那你唱给我们听。路过了雪山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那你唱一下英文，唱一下英文，你唱英文，随便你都可以。Makes me that much stronger.Makes me work a little bit harder. Makes me that much wiser. So thanks for making me a fighter. 我觉得他唱歌很像演艺歌，我觉得他唱得比演艺歌好听，因为演艺歌有时候真的太炫技了，自然，你比较自然，一直唱，你比较自然。我觉得他真的唱歌超油的，你知道，你有听过他十年前那个《今晚你想念》？Oh my god！ 不是，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外送要在旁边，对，我们放门口就好。对，我们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欢迎演艺哥，好，演艺哥。哎、欸，你不要忘了，他跟我怎么？他现在很红，他现在很红，因为哥哥之前就帮哥姬来 voice over， 嗯，所以他们现在终于身体跟灵魂分开，这样怎么看起来比较爽？喘口气，喘口气、欸。你在笑容是太开心了、欸，他声音整个跟不一样了，整个声音不一样了。你是最佳拍档，最佳拍档，对。你的表情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来，因知己也是，就是要来挑战接歌。Yeah， Are you ready？ I am so ready。真的吗？如果今天没接好，今年不要出单曲。不要这样。哥姬，你要负责舞蹈的部分，可以吗？交给你。可以、okay. 好，那我们就是来挑战一下演绎一个真的很经典的歌，也可以哦， oh, 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当时间不为谁而破裂，好听。让爱延续下一季，很好。你可不可以轻轻的松开？便当要订鸡腿也可以，便当要订鸡腿。也可以，排骨也可以，别在荧光咖喱，油菜三色都已经吃腻。就算再好吃的便当，终究还是会吃腻。可以，可以，快点换一份，别再那样，回家找妈咪。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吗？哎、欸，是谁要发新专辑啊？累死我！好是你，好是你。哎、欸，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不错。那总是要换我们挑战了，好的，对不对？给你看看我们王医师的力量。好，那你王之，我这次也帮你准备了，我觉得你会喜欢的。我何必哦，这我爱歌哦，真的假的？真的，我必娶女人狂粉。Oh nice， 真的我超爱。好，那我们来挑战一下。我无法改变我骨子里骄傲的执着、哎，有练有练，所以再后悔都要很洒脱。好希望彭于晏就住隔壁。好希望彭于晏就住隔壁。我可能会去偷偷按电铃，他到底期待怎样的邻居，怎样的巧遇，怎样可以一起到垃圾堆飞出雨，让我来教你。好浪漫哦！好希望彭于晏就住隔壁，是我隔壁，还有吗？我可以帮。水里，好甜蜜。我到底要买多少哭泣和 LV 才能够够美丽，让他陷入约我出去？太多了啦！老师是你的音乐直接卡，你有感受到就是王红的这个 OK 吗？很 OK， 而且刚歌姬也听得非常的陶醉。有吗？你觉得有厉害吗？歌姬超陶醉的。你刚刚自己在玩你自己的吧？你根本就完全没有在理我们啊！你可以认真一点吗？接歌你们是挑战成功了、嗯、OK， 但是呢，因知己也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快问快答。太好了， yeah. 我们现在要好好的问你。哎、欸，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在元宇宙里面，我们是可以漂浮起来的吗？哦、oh, ，可以吗？感觉我们有，哇，有吗？有，有飘起来的感觉。你最近不是在练那个空中瑜伽，可以吗？哦哦。
我们是要现在这样子直接快快的，直接这样可以吗？大家可以接受哦。漂浮版。那你自己站一下，你自己站一下。好 ，OK。第一题，人生接下来如果只能吃一种食物，你要吃什么？一定要问。哦，这太难了。快点，三二一，就饭。就饭要想这么久？对呀、啊，我想说，我以为是什么？因为我刚刚想说 ，laksa nasi lemak， 然后还有寿司。还是在诅咒人的话吗？不是，没有，因为我小学在新加坡长大， okay, 然后吃很多那种东南亚的食物。我知道鸡饭，对，然后椰浆饭、拉沙。哎、欸，那你平常在元宇宙吃什么？哦，你平常。你不要吃那些，你要吃 NFT 吗？NFT 是我的存款。第二题，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适合回答这一题。请问选秀节目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赢？先请歌姐，好，因为他要听听。来来来，你说说。一定要先把基本功练好啊！怎样？这些基本功啊，大家都会说。是一些舞蹈啊，舞蹈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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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扰 ，OK 了。哎，看不出来你蛮韩系的耶。对啊，有点不太搭。你穿那么台，然后超韩的。好厉害，不错不错。那哥哥觉得呢？哦，我觉得现在就是要边唱然后边耍杂技之类的。怎么样？就是要很多才多艺。我都会带我的 partner 出场。哦，你说黑社会吗？还是什么？我知道兄弟，兄弟要带兄弟，兄弟是吗？不是啦，是我的官将手机甲。哦，舞裙啊，舞裙，就舞裙啊，你讲那么长、啊，没有没有没有，要看2049 plus 才会知道他的厉害。哦，在下一题之前，可不可以先让我先想说，我们大家脚先放下，对，我们核心很累，先放，一直飘着，飘着很累。讲话像 A B C 是不是唱英文歌比较好听？就跟会台语的人唱台语歌比较好听一样，因为你毕竟也是在国外念书嘛，会、大家会说你讲话就是会有那种英文腔或什么吗？我会随着那个环境变，像假如说我回新加坡的时候，我的英文就会变 Singlish。真假的？那你讲一下，现在立刻来。Can later what you want to eat? Like we can get some laksa and coffee, right? Can very fast one. But then like if like now 我现在去美国 right? And then 我美国就会 like what do you want to drink later? Oh my god! 你真的？不是因为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唱英文歌没有那么好听，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个 A B C， 就是因为很多我的朋友就是我不是故意，但是我就是忘记带我那个记忆卡，或是我常听的 podcast， 哦、oh, yeah， 你常说 like， 你大概十句有一句 like， yeah， 我想说多 like 在哪里按，在哪里要按 like。其实就是要把一些母音去掉 ，word tada， you know， tada tada word tada， yeah， you need to get hold of on the little line little。哇，今天学会了吧？讲话有点饶舌。Oh yeah， 还是我要去唱 rap， OK。OK， 好，那所以你觉得其实是没有帮助，因为它太百变了。没有啦，其实就是发音，你去把发音去矫正一点点，就会好很多。OK， 演艺格说你们唱歌就发音不标准。不是啦，下一题，下一题。就是配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欸，我觉得配字还比我想象中的简单，但是比我想象中难的是那种呜呜啊啊哭的声音、笑的声音。我发现笑超难笑。你觉得你试试看。我有点想揍你，真的想揍你。要是看看不行，我那个会被检举。好啦，那今天就是歌姬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你要宣传，我们今天是大家一起来衬托你，你到底要不要帮你自己宣传一下？欢迎大家进入元宇宙的世界。好，然后我来帮他说吧，好不好？好，你帮他说，你帮他说。好的，2049 Plus 呢，现在已经在网上可以看到，欢迎大家收看。但是呢，这次还有个新的东西，就是呢，现实童话的 VR 版的 MV 要上 YouTube 了，太酷了，太好了，太好了。刚好这次我也有体验当那个歌姬的部分，就是真的是去在绿幕面前表演。你也是歌姬，你是我们人类的歌姬、啊，是。你真的为我们人类出一口气，好不好？要被这些说。免修图的免修图。好啦，今天我们还是非常开心，就是可以跟哥哥还有跟歌姬一起就是进行 PK、yeah。谢谢哥哥跟歌姬，谢谢，大家支持2049 Plus 哦、yeah ，快去看，拜拜。哎，可是这个东西你们从小到大不会like国语跟台语。Like everyone 可以做这样。我想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不讨厌三色豆哎、欸。哈，你出去，你现在立刻。对，在这里。对，他在这里。Oh my god。Yes。好，了解。知道没有？北部台语了解。你很棒哎、欸。好，抱歉。干不起啊。大家一起来唱歌，影视记者是。